嘴巴都还在动，没有三分钟。快点！你看，你看，不差你了。我等。对。那你也洗刷个桶，洗刷就放在桶。那所以。我们王大哥呢说这颗珠子很厉害了，目前在高雄这边呢买不啊，买不到。现在你钓几尾？我目前钓一尾而已，钓够了而已。你打电话，我钓够了而已。我看，对，我看了水，钓够了而已。最近拢是办的啊，最近拢办的，拢差不多啦，拢差不多啊啦。后一，有一个啥地瓜错，嗯，你一趟给人去啊，一趟给人啊啦，一趟给人的，一趟给人。那是你熟悉吗？是哦，西哦，西哦，红红红红先生，红快红来，王大哥，我想要钓鱼啊，我连钓鱼都可能都无挂掉。安尼，来，平常先观察一下好不好？安尼好，来，看卖，我这条，已经钓一趟去予人个。对啊，这就是生物鱼。这会更加水啦。对啊，我这条了。啊，这会使看无？来，人。好检查者哦！哇！哎，等一下，哎，来，好大，好大哦！王大哥，你那有发图，那拢转这奇奇怪怪点哦，秘密钓点。哎呀，看不到有鱼的感觉，但是鱼那个在吃，快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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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呀，刚来塞，呀，钓啊啦！大哥，哎呦，刚来钓啊！小朋友，这是小朋友。无啊，两个我今仔日先一支叉。小朋友，这好你钓啦，这好你钓啦，这可以，这个可以，这个可以。一样啊，都是。我看见，我看见，这有够是诈骗集团的。阿妈是，我是，我切，上面有用真的给他吃哦。有。来这里，我们要入境水鼠哈，卖家己假搞，能安那钓，咱能安那钓，是矶钓用的，这家己做的吗？没有啦，买的啦，海边买的啦。能力有应该晒啊，那个两千的啦，那个我们是用底下的铅锤啦，啊，这个是这个我钓啊，我钓啊，钓鱼啊，你偷偷钓，王大哥，王大哥，捞一挂我钓呢。王大哥，王大哥，我问你哦，你一天啊，你会使钓几尾？你甲我讲。哇，怪你今朝去上班。上班，即摆可能较无啦。有，一天有一百尾无？即摆绝对有诶，超过变过啦。超过变过。超过变过，一天一百尾，一个月钓三千尾。无啦，伊着每个礼拜一啦，伊做生理嘛，礼拜一休息啊。我着啊，那个是咧。那一个月会钓啊，一个月就是三千尾啊，一年钓三万尾。靠腰比网的较紧。啊，你生活落来，当有一个进前，我头前拢是哪位啊？迄个螺啊，对啊，只螺啊，平均啊，讲一工有人钓几百尾。拍摄来，爬哥，你要包饲料啊？要包什么饲料？你没有任何不可以啊，要包料啊。你。跟他们钓子又不一样，跟他跟这个钓子又不一样了。洪大哥跟他钓子又不一样了。那包什么料？来讲。你这什么钓子呀、啊，洪大哥？啊？你淘宝高料吗？有啊，他洪大哥就是这种高料发钓法啦。这是伊独特，好香。嗯，香哦。嗯，面包香精味。是啊。他成本比较便宜啊，洪大哥钓子比较沉。嗯，这样就好了。我来，在地钓法哦，我们要再说一次，入境水鼠卖鸡搞哈。没有，你想钓这种的，钓一看看嘛，我搁去因咧食猪啊，因钓猪啊。来，起了，上远了。没，好了，这样就可以了。这样就可以了哈。一天一百尾，超贵。
啊，你钓到来去卖就好啊，你。是拢给人的。拢给人。我无咧卖的啦。我咧钓新鲜的。啊，这尾蚵啊。哇。这尾蚵啊。这尾啊。邱站长一样的饲料呢，一样的钓组呢，你都不动静。稍微、哦、稍微 外面一点，在外面一点，欸、你稍微外面一点，稍微外面一点。哦哦，这边较臭啊，这边较臭味哦。啊啊啊！这边漂亮，这边漂亮。你安尼在晒？哎，我钓组拢未加。可怜可怜，伊今仔去食。吃金珠啊，是不？金珠啊，我哩做红珠，拢红的呀、啊。上啊，好啊，后面啊，王大哥，你有个钓啊？我有要钓伊的钓竿啊！咩太厉害咧！哎，一工一工钓一百尾以上的呢，必杀鹅呢。嗯，又中了。啊！以后你钓了了啊啦！没啦，来。公鱼啊，钓袂了，太厉害了！王大哥，嗯，会使蔡凤姐利用什么钓钓组？啊，无我就一组你钓了，一组我钓，有影无？有影，无啦，无要紧啦，到海上我拢白做济啊。伊讲伊的组啊，后靠买无啦？我白一组你钓，我有几号的组？无要紧啦，我钓无就好啊啦，来到遮好。无要紧啦，我钓你钓无无要紧啦，我家己怎样行路转就好啊。我都托你先生个，够。我想足开个啦。没啦，我是做一钓，我下浪白我浪白做济来。一撮尾我钓。哟。哇，鸡翅头我拢白做济啊。啊，你我今仔变啊你。我刚才塞高人坐个车俩来尔嘞，我惊载袂转。来来，看一下伊的机啊！你看，你看，几桶的啦！哇！啊、没有，还有一桶掉走了。哦，这主要阁无同的。好，你加多少钱？好，啊，对这开始拔。好。同个故事。好了，不差。哇！有
啊有，你若钓甜的时候，啊钓啊钓啊，再跑。有啊，有啊，尾钩，食尾钩，食尾钩啦，食尾钩啊，对了，食尾钩啦，就互相信。啊，自从我认识了王大哥以后，钓鱼就变成简单很多了。哇哇哇！假鱼高，假鱼高，假鱼高。哇！好，变了，一边拍摄一边拍摄。王大哥，王大哥，高小姐，今天落雨啦，落雨。两位，两位，两位，伊个钓光上，伊钓多啊。钓啊啦！哦，今麦煞咧钓呢哦。无啊，拄啊见钓人啊。今麦看咱两个表现就好啊。加管，来，让你上，谢谢。好，谢谢。谢谢老板。哎，这边钓哦。今麦开始做无。大家，大家。暴露了哦。暴露了。落去就落去哦。对啊。拄啊，你就拄人啊。好用好用，现在真好用。嗯。有宝贝嘞，宝贝有卖，修好点。要打，这个是宝贝。要打。你借我一下。哎呀，接杀。帅，谢谢大哥。帅哦，机会抽了，实在，实在金后胜。一开始的时候，我想说，用洪大哥的钓法，以前在那个教我钓石目鱼那边，但是呢，又遇到一个杀手王大哥，他竟然是用珠子取胜，哦，这实在厉害啊！讲今嘛这珠啊嘛无咧卖啊啦。我们王大哥呢说这颗珠子很厉害了，目前在高雄这边呢买不到。看你大家有法都吹到无啊？啊，吹到时阵卖社长，社长再过来卖一粒50块。哦，哎，一粒珠啊，会使换三卡长寿的鱼啊呢？哎，有哦。社长接我一下。我觉得今天来到高雄这里啊，人情味很重。钓鱼钓无鱼不存在，但是我们在钓鱼的过程中非常的快乐。拉比赛，一罐秘鲁，一罐威士忌，还是一罐饮料哈，我们就可以在这里玩一下。对对对对，对不对哈？那今天节目到此结束了哈。喜欢我的频道，在下面帮忙订阅，顺便按赞啊。这里是哪里？新达卡一个水沟哦，不要乱讲话啊、一个水沟好不好啊、我们现在在一个水沟钓石目鱼哈、珠子是我们的王大哥提供的哈、还要感谢我们的王大哥再次带我来钓石目鱼，还有这位是阿贵，阿贵啊、还有这个继续许大哥哈、又是原班人马了啊，好啦，那就拜拜了，好，拜拜。王大哥，来个镜头拜拜一下。来啊，这拜拜。拜拜哦，真的聚在一起钓鱼是一件快乐的事情。嘻哈一天。来，不可以。好不容易啊。差不多。